桥梁，生命电视用爱创造新世界，生命电视用爱创造新世界。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救护众生讲座。阿弥陀佛，今日不是礼拜，你还有法度来。第一，可能你是老菩萨；第二，你真好命。当然啦，出家人就是安尼，好命啊，唔免为着钱，为着世俗的家庭感情，安尼较无烦恼。但是若无烦恼，拢无爱去进步，服务众生，安尼嘛是顺服不。啊，所以咱利用各种的机会。不分在家出家，念着来，天我无常，圣物放逸啊！意思讲，念的就要死啊啦！修行同基本是啥物呢？来，调伏自心，降伏烦恼。啊，就是因为发车不好，我足烦恼，啊，困未起，那迄个造成你的生死轮回执着，啊，对方跟我的意见无同款，我气到要死，我迄个都大烦恼，安尼。所以讲，这个世间本来就是变化无常，咱来了解。所以，咱所得到的歹，拢是咱过去咱对待别人的，是不是？难道你唱歌歹听，这个麦克风摕去砸吗？还是你唱歌歹听，麦克风我动你动真久啊，根本别开。但是往往我们会把过错怪别人，还是你，安怎安怎？我唱歌你拢不爱听，对不对？啊，我穿啊水啊，我爱给他看。啊，每个人都有他认为这个是五执，五执。你各位我来讲，愈老五执愈坚固。啊，我少年就足坚固啊！所以拄仔讲到老菩萨，意思讲，我当时爱，有当时爱先来叫人跋杯，啊，这人就无要听人话啊，啊，无就叫伊问当机啊，啊，无就叫伊问佛祖啊，因为伊就无要听人话啊，这是足可怜的代志啊，无老师啊，你修行的过程无老师，用家己的想法。以为是对，安尼做代志。当然，你做甲真拍拼，我做甲拍拼，去用嫌甲老烂，无人要甲你嫌，是因为代志无进步啊！啊，咱无咧进步啊！你袂使讲，哦，阮这间电话公司做的电话拢无人要买，啊，有够衰，哎，迄是你的品质无好啊，计小个悬啊！所以无人要买啊！
所以我定来去任何所在，我一日去就想，这间有趁钱，一看在哦，这间生意歹，想要倒店。哎，头一句我拢问讲，哎，安尼店是买啊租的，家己的家财，无你走就倒啊。啊，啥物？因为摆了也无水啊，啊，看起来也无想要买啊。敢若你做一个饭菜，看起来无好食啊。人个日本人煮啥物菜，拢做一份模型伫遐，对不对？放个窗仔门，哎呦，足香啊！啊，有诶用相片拍个足水，搁甲你同学打光，哇，看起来足好食。其实无一定要好食啦，但是吸引咱老嘴暖。那这就是当然爱去想办法啦。当然我会甲讲啊，第一安怎做啊？你摆个水诶，灯拍较好诶，物件新啊，这是开店嘛，毋是仓库。啊，讲个玩意哦，我阁教你一个方式，什么方式？啊，你伫门口插一个好兄弟香啊，找你一人烧一个金纸烧两张啊。啊，我阁教你水甲米甲放落去啊，车阁摕出来一包香阁送你啊，啊，即声你发啦呢？哎，但是袂使干呐靠这個，你内底服务啊、摆设啊，哪呢改变？这叫做佛法，佛法就是改变的方法，愈来愈好，对世间法得到快乐。念这边来，健康长寿，袂破病，代表你修了袂歹，知嘛？有咧奉行啊，有咧忏悔，有咧施施啦，世间法做了真好啊，乞丐布施啊。因为你修佛法，就是要得到世俗的快乐，三种快乐：来，世俗的快乐，解脱的快乐，慈悲的快乐。哦，各位都要去帮助一下乌龟，有快乐不？哦，咱做烟供有快乐不？那种的慈悲的快乐，你慈悲的快乐就有法得到世俗的快乐。但是你敢若追求世俗的快乐，不一定有慈悲的快乐。啊，当然老爸破病，哎，师傅叫咱做烟供，咱拍拼做，还阵目头阁夹夹，安尼啦，哇，紧做，希望老爸卖破病。当然，小可有吼，还有世俗的利可。但是慈悲的快乐无共款，哎呀，阮老爸破病，我来安尼做吼，希望全宇宙的老人囡仔拢卖破病啊，你受苦的拢卖有苦，哦，安尼足慈悲的去布施，那这种的力量就大了。就大了，所以慈悲的快乐，有可能当下就无烦恼，叫做解脱；有可能对老爸迄种离苦的力量加百千万倍，安尼。啊，所以咱咧做啥物代志，要安怎达到？简单的说，来最高的效率。拍摄战争是用输给侬老婆在，莫讲国语哦，不要欢迎最高的效率。啊，有通关的好个，是不是啊？要达到那个阶段，不然呢，做代志十块的物件变啊，当作一千块用，十块的物件，互你无一块的价值浪费了。刚才各位在做烟供，哇，弹落去，迄一包嘛，十块、二十块，迄当变啊，弹落去，伫咧你的身躯，烧了剩五角的价值，哎呀，较无意义啊！啊，这二十块的物件弹落，五十块的物件布施落去，哇，我都达到五千万，因为佛的佛法是无量无边的功德力啊，所以一根香就发到超度偌济，所以我常常分杯给人讲，啊，无你去问看，你点一根香吼，超度偌济？啊，咱今日假设有三百个，啊，你超度一千个，你超度五十个，你超度啊两个。合起来哦，啊，咱今日超度一千万，大家共同的功德。当然希望讲，到一天我家己实力来超度，就发到帮助一千万的受苦众生，赶紧离苦，迄条效果啊。但是为了要达到这个效果呢，基本上呢，咱就要有内心内底有空性，无烦恼，乃至充满大悲心，乃至有佛的心，叫做菩提心嘛。啊，如果咱有这个心态，啊！你做的物件就有效果。有当时啊，我拢甲因讨八杯呢，想去做，想去做八。哇！这下超到五千啊！啊，烧哈济啊！啊，这个哇，这个超到五十万，安尼烧一桶啊，囝哎！啊，要哪用这个方法甲这个人讲呢？啊！
因为不是说在检讨，是说要怎么达到心灵的层次。我这样说的意思是说，同样一包东西，同样一把钉，要怎么达到同关的功德，那这叫做菩提心嘛。如果我们点灯，我们大家都按照啊点灯祈愿文这样来，这样观想发心啊，这个发心不是说我发的呢，发心是一个责任感，地界的众生的黑暗痛苦，我心肝足疼，我一定要给他离开，今天没法度，没明天在啊，明天在没法度后日，所以我要赶紧成佛，成佛头一件就要落来地界，好不好？没你要去哪？成佛要去哪？成佛就是要来地界啊，要来归道啊，要来救苦救难啊！啊，你今天做一个医生，打拼到要死，博士毕业，要去哪？要来病院啊！同好派我去急诊处啊，对不对？叫要死的啊！啊，咱做医生，啊，你喊你打拼一世人，唔叫利用的价值。所以咱想要要幸福，还因为众生足艰苦。啊，为了这個。啊，各位唔通暗讲，什么暗讲？无爱断除家己的烦恼，啊，爱生气啊，嫉妒心、欺骗面、贫惰、爱妒忌、五执啊、法执、障碍。所以众生无边誓愿度，来自于自性众生誓愿度，你要先调伏家己啊。所以一个人，那么爱护人，感觉到尤其领导的人。爱予人领导的人拢感觉讲你真好。我老实讲啊，我若咧台北办法会啊，我过去的太太拢伫后壁都啊走来走去，走互我看，我有来哦。啊，我有一挂朋友买走来，我亲戚朋友买走来，有当时啊。但是我觉得，想来想法，讲哎，你较进步，比以前较好，啊。对伊小可有信心，啊，咱人爱做较好，别人依靠咱啊，啊，咱即马依靠三宝，后摆做众生的依靠主，叫依附主啊。你若别人有艰苦，众生然后来找你，啊，找你，你袂使惊，输迄鬼过来找我，我头壳痛到要死，哎，伊毋是去找别人，找你要创啊？你较好欺负啊，你会甲伊报死啊？找别人也无效啊，去讲着石头无效啊。搞不好佫叫甚物道士好死，找你，你敢若听，紧紧紧紧来开，做演讲点灯吼，安尼啊，因为伊知影你有慈悲心嘛，所以讲伊就修行的人爱做一个受害者，了解吧？委屈者，所以佛叫人爱忍辱，忍辱为前提，才有法度受慈悲，啊，爱安静。达摩祖师讲报冤行，迄个冤亲债主众生的苦，拢是你欠人的，那叫做报冤行。啊，所以咱就爱有这种诶准备，准备啊，准备讲我要领受众生的苦，我要防不乱，我要防不弱，我要防批评。对这内底呢，来求进步。就敢那释迦牟尼佛问迄富罗那尊者，富罗那讲：哦，师父啊，我要来迄种诶外道烦恼诶所在弘扬佛法。哎，释迦牟尼佛，啊来去用骂，家己伊也无甲拍；啊来去用拍，啊家己佫无死安尼。啊，若拍死，安尼我拄啊超度。那佛陀讲，你也使去啊，你也使去啊。啊，敢那无缝，对不对？昨天我们特别回向来法会功德，回向无缝所有原住民。离苦的乐、啊、他为了原住民卖给台北人的头，归去伊的头给因占，那原住民真感动啊，而废除了斩人头的这个坏的习惯。但是肉体死，请问无缝的真正生命死无？搏一个煞升天，同紧的方式，世俗的生命活一百年，升天的生命来去脱离天三千六百人，啊但是我认为无缝绝对袂去天一定享受福报诶，马上又投胎到有苦难的地方啊！跟他死怀者啊，跟他德烈沙，跟他咱佛德啊，跟他地藏王菩萨啊，趁远再来。所以各位呢，简单讲一句话，唔通惊艰苦，好唔好啊？唔通惊艰苦，这个苦因为一个我才会艰苦。啊，根本若无我，我来去用剁做肉酱，我哪有啥物艰苦？就讲咱金刚经，你讲讲空性
的时间，就是忍辱先人，对不对？和割力王慢慢啊挂身躯，各位你要想看卖，砍一边，甲你剁好，等甲你分作几啊边，安尼慢慢啊剁，安尼啦，慢慢啊剁，敢那过去你处罚人十二片，什么意思？抬十二刀才要让你死啊！这个较严重，二十四片，这个较严重，三十六片，更加严重，七十二片，七十二片来。慢慢啊挂，啊七十二刀足艰苦诶，诶未使互你扎死，啊七十二刀完以后，慢慢啊老火才互你死，哇诶足艰苦。看到我放火一边个咧休息无要紧，未使，今日烧正卡，明仔烧倒卡，后日烧手，佫未使互你自杀咯。甲你拔掉掉，拢未使你自杀，喙齿啊，无你袂家己自杀，但是爱慢慢啊互你死。各位，这你爱想好啊，为了做菩萨，会使接受未？迄根本嘛唔是我诶，无要紧，听做你听，明仔载听者。但有诶人拢会自杀，未使，我挡不掉，我先死较紧。啊，因为一个我，啥物？身躯是我诶，所以虽然咱大家真诶做善事啊，但是各位要万万大悲心，要有绝对诶空性，以般若波罗蜜多故。那无智慧，即、這个空性无我诶智慧做引导，咱所做诶布施、持戒、忍辱，拢是外道啊。拢个解脱幸福不相应，所以各位不管你做什么代志，唔通离开空性无我的关照。空性是啥物？空性是讲啊，根本就无一个我，安尼讲较紧啦。啊，根本就无这个，这个我就敢那迄水念的就打起，哎，烟念的就无去，迄光念的闪都无去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啊，既然啊无一个我，啊，那有阮兜我的家庭，安尼你就会放下。那即款就我，阮孙咧破病，我足艰苦，干那想着我都困未起，哎呀，啊！所以曾经有一个师傅甲我讲一句话，哦，海涛法师，你甲我讲，我为着一件代志三更困未起，你甲我解释，我哇，你都无咧想，无使你剃光头，这个代表空性无我，哎，啊！你结果你心肝内底凝了遐三更，啊！你若三更念佛话，你就解脱啦，因为啥？即开口气透未去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所以我迄阵定来去讲讲，啊，你讲台词动未调啊，啊，即款后悔未赴啊，一口气动未调，现场就甲拍死，砰砰砰砰，足伟大，啊，结果咧，即嘛足艰苦，啊，各种拍死刑嘛足惊。当然，咱那个解释，就算死刑也免惊，啥喏？你只要虔诚忏悔，念地藏经。啊，高圆看修所也好，只要有处理死刑的所在，一定有一尊地藏王菩萨。啊，你有虔诚的忏悔，我很好看。一人临命终念一佛、一菩萨名、一经典名，那绝对袂对了三不多。这是地藏王菩萨答应释迦牟尼佛，所以你爱虔诚念。可这你爱敢讲呢？那因为我是出家人，咱有学佛，除了世间法，免哪解决。那第一佛法要安怎超越？还未证到空性，但是有佛力加持，不可思议。因为咱去讲助念，咱才有信心。哇，这个人足幸运啦！那个念哈林杰佛号啊，南无无边身如来，南无宝性如来啊！第一佛名见闻品啊，地藏王菩萨讲的，哎，这人民正宗的人念多一个佛，其实每一尊佛拢有这个功德力。哦，众生脱离地狱轨道、畜生道啊，所以要安怎帮助对方？所以你若无冷静、有分别心，啊，你都无法度有智性。所以各位定来听我讲，我定来问大宝佛，为什么你可以过去、未来都有这个直觉呢？而且呢，讲得很准确。那大宝佛说，镜子自然显现一切。但是你要保持静止，而不用作意，免去我都在想排，我讲要安怎？你只要是行，哎，主人代志就显现出来。对方跟你问东，主人就现东；问西就现西。这个代志好还歹，伊只要跟你问好歹，哎，就现出来。但是你的心，保持一个永远的空性，如幻如化的关照。那对对方保持绝对的慈悲，那主人就显现，这个不用特别去追求啊。你说它是神通，也不是神通，它只是一种新的一种反应这样而已。然后呢，久了有经验，你才讲，哎，
讲的嘛对，啊，所以就愈侪人愈尊敬大宝宝，安尼就知讲，哎，我讲的对，啊，也无必要特别去解释，啊，我讲的就对，自然就有信心，因为就知哦，我有一个绝对的好的动机，按照佛法，空性、悲心，然后关怀对方，啊，所反映出来这个代志，哎，对方讲真正对有帮助。就跟咱讲啊，咱按照药师经甲对方念药师咒啊，师啊，多谢你啊，较好啊，菩萨来你讲咧，药师经足好，是不是安尼？不是讲咱有神通，是因为咱有信心，然后慈悲心，佛力不可思议。合佛就是要让咱安怎做一天有百分之百的信心，百分之百，因为你相信佛，你就袂相信家己啊，你了解吗？你愈相信家己，你对佛。对三宝的力量就愈无法度相信，包括简单的一件放生和你慈悲的代志，这个社会有个知识分子无相信的足多，对不对？咱菩萨、世俗人，这好代志，这好代志，救伊的命，咱嘛有较好。哎，但是知识分子有分别心，等到伊会阻挡、批评，用种种的理由，这个以学识、学问，来控制着、消灭着伊的慈悲心、分别意识。所以讲，绝对唔是讲读册读济就好，唔一定。你若要读佛册，你的动机若无正确，那以分别心来读这佛册，后摆用佛法去批评别人，这来就对啦。一个对，迄个唔对，禅宗较好，念佛较好，显教密教较好，哦，法门较好，哇，害啦！啊，因为这骄傲心，所以咱修行唔是咧表现家己啊。当然，有个人。挑工，挑工，师傅来，我坐好好看。你看我，看你看我有咧打坐，我阁啊，我相片有咧个翕。迄毋是咧修行，迄是讲我要表现啊，就叫显现意象。啊，你刚刚，他不是来听你讲佛法，他只是要让你看看我有没有修行。啊，伊个动机唔对，伊都要坐五点钟嘛，无好加卡生诶。所以就像一个女人啊，我老实讲。是我今日头张转这边啊，你有看无？我早上穿黄的，我今日穿黑的，你有看无？啊，那你有你那是这种动机，你坐十天嘛无？因为你有一个凸显自己，而不是要接受对方，这叫做小夸忧郁症、强迫症，了解吗？各位，你要一定反省自己哦，你若无反省自己。那你会发觉说，那安尼啊，无话题。所以我想，一个人最大的一个修行，卢区长老讲啊，来耐得起孤独。一个人嘛，就认真的点灯、的拜佛、的施舍，安尼啦。一个人啊，用这种威德力，伊就会去感动哦，护法神人，自然的对愈念愈认真。啊，一个人从我是台上的人物啊，我今日拿麦克风翕相，足希望大家加翕一个，翕一个，加翕两张啊，阿拜就是啊，是安怎？因为这是一个傲慢，这是一个表现家己。你看，我比别人较高，我较比别人较出名，我比别人较有信徒。那各位，这叫做恶地识啊，是安怎？因为伊咧修行是凸显自己，而不是要利益众生。哎，我们修行呢，要多利益众生。从我定来去用翕相啊，那是足勉强的，敢那侮辱同款的。哎，为了佛法，只要牺牲摄像。我没有，我就要出街的时候啊，麻烦了。我在家就袂遐爱水吼，我在家凊彩嘛足好看。结果出街，哇，这下麻烦了。哇，很多人很要求师傅，你这张相片修乌啦，师傅你的相片修散啦，师傅你的相片，只要个真正，师傅，啊，你想要比电视看的较少年哦，你还去问阮叫咩师啊？我讲电视拍较老的，互我看，你看到我感觉讲，安尼气色好，我来电视拍起来较少年，互你看到我较老啊，会花气。我搞不好三部拢安排。啊，看到本人较要紧，因为看到本人，你才有法度接受法啦。啊，看电视，迄是一个知识，迄是听学问啊，对甲唔对啊？啊，但是
有时候想说，哦，怪不得佛陀用一百劫来修上好庄严，要让众生欢喜亲切有信心。所以各位这爱顾好，为了要度众生，目睭唔通去瞪人家，好唔好啊？嘴莫去骂人，啊，心肝莫有歹心，啊，不然呢，你一世人心肝拢歪歪，就奇怪。啊，你过去就爱讲骂人，结果你做什么代志，那做好了方面就奇怪，气死人。啊，那想到呢，因为你有这个业种子的业经济的啊，就世间足公平啊，唔是你即马修行都无业报啊。你个看释迦牟尼佛的家族迦毗罗卫国，因信仰释迦牟尼佛发愿，大家拢归愿发愿，生生世世不爱杀生，哇，发愿代志来了，人要来甲因抬啊！琉璃王带军队真正要来甲伊抬啊！啊，释迦牟尼佛已经动三遍啦，第四遍其中一个无修改，动未掉啊，就出来，无你要安怎哇？安尼呢，引起琉璃王有理由杀掉。全国杀掉，抬沙缸要抬死了了。但是他们真的守戒了，很佩服，真的守戒。啊，三天三夜这种砍杀，他们都没有还手。所以这个叫什么？来，持戒得升天。啊，迦毗罗卫国通通升天，因为乞丐。所以各位佛陀讲这个真实的故事。那谁让迦毗罗卫国会红抬呢？谁让？为什么？我讲一遍来，抓鱼啊，抬鱼啊，吃鱼啊，中戏，中戏。咱这所在啥啦？叫做慈悲河呢？希望全宇宙咧抬鱼啊、吃鱼啊啦，咱爱第一只做功德，一定会用好。不然呢、啊？就算你家比罗讲，就算你的子孙出家做佛陀，哎，幸福啦。业报嘛，爱来，佮睇较足歹看。查某人剁脚剁手，拢袂白，等咧河边慢慢啊死，迄毋是一间慢慢啊死啊，迄足艰苦个代，你一声好死袂使，剁脚剁手，扛喺遐，互伊倒啊跳，倒啊滚，倒啊流血，啊慢慢啊死。啊，因翁伫个头前互伊看，白脚白手，哇哇，然后倒啊挣扎，连咪水来淹来要死啊！你看迄种死有浓度。自己死就算了，看到因翁因囝，查甫那边，查甫那边，互相看对方安怎死，准备安怎？迄阵大家一心念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无法度释迦牟尼佛一直甲因加持，放光伫天顶现出来，只要有信心，你念就看到佛陀，佛陀会光加落去，全身清凉，内心也清凉，啊，袂烦恼，袂看因翁向台遐尼艰苦，然后大家升天。啊！你也知影释迦牟尼佛迄阵心偌艰苦，但是安住伫个空性，大悲心，因为伊家族安尼咧用抬啊，咧用恶业啊，敢若将你个翁啊掠喺遐，啊慢慢啊拍互某看，啊某伫即边了查甫强奸，啊两个互相看，囝伫个遐慢慢啊个抬，安尼互相看，安尼互恁死。各位，即个状况，你个观想发生伫个你个身躯。即个观哦，一定要观哦，你袂使看佛册就算。释迦牟尼佛过去所拄到的代志，好好拜拜，你拢要进入真实观，甲佛合为一体，甲苦合为一体，对即内底来修行，来超越家己。你袂使讲哦，迄是佛做，甲我无关系，佛拢咧做互咱看。啊，希望咱有法度超越即个境界。啊，因为你若无超越即个境界呢，你就无法度度众生。有法度超越这个境界，就算真认真修行，证到阿罗汉，嘛无法度造成，因为惊死，所以证阿罗汉。啊，一心不爱去贪嗔痴，思维空性安尼死啊，安尼。但是佛法无同款，第一咧红台红挂，惊咧红台红咧红台，啊，你第一只时阵，该对对方起大悲心，袂使忘了。迄间我们来先讲，师父啊，迄人甲你讲话出去那边闹边吵，讲我都无讲好听的话。我讲真话，爱得面闹面吵。各位真正修行的人，别人跟你讲真话，你足欢喜。哦，我找到我的问题啊，我足好啊。我修行就是要断除自我烦恼啊，借事磨心啊。啊，所以我经常报告我师父，我主讲海涛法师唯一的优点啊，
他做什么事都会来跟师父报告。啊，虽然做了不好，师父也会给我检讨。像我以前在放生，卢旭章老公，放生你还是要小心一点哦。哎，如何如何如何啊？哦，师父，我会特别小心，我会特别小心。啊，正华长老，做你绑多紧？正华师公顶着你。个人的个性无同款，一个叫我爱说你，一个讲我爱听个对，安尼，所以我一定说你，啊，有三不加之，免惊。但是我不会说，我不会说，哎，师父，你怎么叫我小心？放生是好事啊，没有，好，我一定会小心，一定要做得更好，这样我才有进步的空间嘛。所以讲到这个所在，我爱甲各位讲，请问你有师父无？哎，这点我跟你讲，你唔当讲有我参加好会，不一定你有师父，因为你的师父，你爱点啊亲近你，有机会甲伊开讲，然后知影你的缺点，甲你点破，迄只叫做师父啊。师父唔是伫看电视、伫听佛法，还叫做师父，还是讲参加法会啊？所以变话有师父啊，你就爱真拍拼啊，有机会去亲近。那有可能讲，医生，我伫厝诶，你甲我赞美吼。那有可能呢？哎，你爱互医生甲你赞美，甲你注油啊，甲你开刀啊，医生。所以我有家庭医生，我对囡仔固定看一个讲，他对我们太了解了。哎，有时候没办法，哎，打个电话，那就好了。啊，这个家庭医生绝对负责任，伊几多高多，赚足侪钱，足侪钱，对早起拼到暗，互因两个囝在美国开足大间的病院。要美国开遐大间，啊，足侪钱呢？哎，硬体你爱开偌侪钱呢？对囡仔，我就做院长啊！哇，好冤啊！囡仔，哎，家己呢？伊家己咧着感情，所以阮大爷刚甲讲，我讲我一定会去，我来甲讲，你安怎？以前有法度看到暗时，今嘛无法度啊，因为五六点就爱收单，安尼啊，因为已经着感情，足艰苦，所以医生着感情更加艰苦。哎，什么药啊嘛无好啊！但是原因呢，因为伊无食素食啦，是不是？啊，伊无食素食啦，啊，乃至啊，要用医生咧赚大钱啊，赚大钱好惊，啊，这嘛是一个不是善业啊。所以做老师、做医生、做法师，袂使以这为赚钱的手段，切记的一句话啊。古自古以来就安尼，凡是服务众生、救苦的教育甲救苦的。这不是用钱有法度解决的，所以徛咧原始佛教的概论，医生甲老师拢爱出家人，意思讲爱同就爱修佛的概率，爱有这种的利他的心，袂使以这为赚钱的手段，这是事实啦。哎呀，各位，咱的老爸、咱的阿妈、老刀房的，拿出来是两回一回事，咱传统的一定爱叫人家拜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叫人家摆迄个小吉个，就讲同就袂作怪，一个超度，哎，努力个超度，啊，超度想要超度袂起，还是咱的方法发心有问题啊？逐工参加法会，拢无一定有超度，想讲规工行来行去，啊，无咧认真，啊，你无法度，所以我即马定来送人陪你，你另外先问看你有超度嘛？对，你若无超度，代志拢袂顺，卡掉诶。一个无超度，两个无超度，一个嘛袂使，一个你就丢掉啊！七世父母十四个，我完全借住几百个，一个无超度你就丢掉啊！从这两天湛江法师，我讲我讲哦，拍念个足拍面，念个足拍面咧，拜两红宝忏，等下开始头壳听烧，是安怎？无超度拢找伊，我你猜你念个大声，哎，那哇规旁啊！因为啊，就破病啊，我嘛同款啦，无超度，我去代了，哇，嘛严重啊，破病啊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要更尽力啊，惭愧啊，因为我也知道，因为那一天我本来请后啊，发挥一开始请做烟供，哇，结果袂使，哎，因为种种因缘叫我袂使，卡也咪先皈依啦，安怎要怎，我安尼，所以我再起来拜托，再起嘛，拜托拜托，紧做做做做做做做，先个安道好势。哎，结果我那一天撑从早上撑到中午，那我就知道有问题了。下午才做，但是几个钟头都不行。有一次最准的，上台只有两分钟，我身体就软掉了，就病了两分钟。所以后来我现在都很聪明了，
哎，那法师来家做前行，一阵今天先做做简单做一下嘛，好，香点了嘛，好，水米坑了嘛，好，那这样以后，因为人单足久，不是人足久，鬼单足久，不是人。因为佛经说呢，五百鬼哭，五百鬼笑，对不对？你还没有来，他早就在那边等你了，因为他们足艰苦，难得170万年，今日有一天给他等到，对不对？他怎么可能不来呢？不急呢？所以我要跟各位讲啊，就是讲，咱办法会的人，你今日哦，各位办，你即马就要去遐做前行啊，无就伫咧别位做回向给伊。赶快，各位要来参加法会，我一礼拜以后要来参加，我即马就好做啊，别位拢写好啊。像我老师讲，我都直直写，写写就放喺我边啊，水笔逐工放安尼，因为我拢开始啊，啊，这一点要预备好。好，咱今日要救的命，每一个生命拢是咱的父母。咱这个所在叫做什么？来，嘉义慈悲湖动物超度园区。我多少一礼拜？哦，下这么大雾，阿伯我心拢不完了。啊，动物超度园区，哦，嘿，那不是咱大家拢唔敢礼拜啊？啊，但是既然讲动物超度园区，不是讲鬼啊、鱼啊、乌龟，直接帮阿伯咱来讲超度啊，所以来这边。进出的法师居士要很认真啊，要很不间断的、不间断的去做啊。因为就算无人伫诶，同就物件摆 N 点咯啊。就算无多点就侪，一个月香点几个啊，让它慢慢慢慢。因为动物头一行就老火，第二行就是干枯巴肚枵啊。然后我们这边就算无人伫诶，四面电视台24小时卖个放诶，放诶。好人听，看到大宝法王哦，同享法会直播的功德，哎，所以恁兜嘛爱安尼好唔好啊？电视、性命电视开了，水米休点了，你做你去困，无紧。哎，有有咧超多啊，哎，所以调查一下，捌食过乌龟鱼的、五角鱼的，也就迄叫做福寿鱼啊，食落来福寿足奇怪，拢中有，拢中有。世界人拢会骗啊，福寿鱼呢，食这好呢，啊，所以其实是短寿鱼啊，食落互你短命减破病。所以吴国鱼，吴国鱼是最疼小孩的。吴国鱼这种老母啊，也嘴遐尼大，特别保护伊个囡仔，啊，保护伊个囡仔大只，拢个夹咧嘴内底。刚刚钟淑芬昨天说，书本来要叫较少啦，啊，结果因那上海这边哦，会威拢包。你老公，你讲无论你上两百寸的，我不爱吵好死，哎呀，哎，袂使安尼讲，哎，就算无多的，放喺家无变咯。我一先救命才讲，啊，归去放喺恁家的后花园好唔好啊？哎，有厝的紧借起来用哈，有土地紧借啦，救命救命救命！所以他们讲，师父我真跟你签两年，两年就两年，两年就两年啊，两年就两年的命，对不对？那有因为你不救，他们还是全部被杀。你救了他多活两年呢，啊，再来想办法呀。所以各位不能太消极哦，啊，卖救啊，讲救啦救啦，一挖五天嘛好啊。因为我有时候去那边说，哎，救羊好不好？食物不行了，救羊这个羊会被抓走。我说你没有想过，这五只羊你不救，它今天就被烧掉啦。哎，你要这样想，你要积极想，不能消极想啊。就算他们被抓走了，被偷了。他也不是全部啊，慢慢啊，他有他的因缘，至少他多活了一个月、五个月啊。但是不能怕说有一只会被偷，所以就全部不要养，全部不要救啊。你有进口不？啊，我记得管了。哎，输迄救袂我，迄卖救，救袂我，你个救迄阵伊就会活，安尼啦。就算淡水放去海水嘛，活较足快咯，较早死人呀。但是都无法度同就唔去用台死诶，对不对？他会谢谢你。当然咱无法令他戆啦，钱足好用，有钱真好，有钱会使救父母，对不对？救众生，这个叫做钱的价值。钱是不清净的，但钱有法度化作救命的主流，足好。所以各位爱较打拼爱趁钱俭钱，好唔好啊？为了利益众生，但是家己呢粗茶淡饭。再念一次，来，身如乞丐，心如黄金，无要紧，做乞丐无要紧。但是呢，有迄个慈悲心来救啊，这个要紧啊！希望各位有迄个福报。好了，师父，这我来，十万，
十万不是爱你钱啊，赶紧去救十万，赶紧救嘛好，十万嘛救两只牛。所以各位哎，真认真啊。所以，但是无论如何，麻烦各位啊，逐间菜市啊，拢有咧卖迄什么烧酒梨啊，啊，什么蛤蟆啊，什么一大堆，你五百块嘛，来买足济。所以我在道路现在有很多放生小组，当时我钱不多，我一次300人民币，很多啦，你赶快去救，因为那个市场是他们急得要死，急得要你不救，今天就被杀掉，对不对？啊，虽然我们救的少，但是我们的悲心100分。所以希望各位若无发挥，去菜市啊，好唔好啊？好唔好？后摆去参加发挥，看你去菜市啊几遍，救偌济不够，安尼啦，啊，爱救较济，所以各位。在厝诶，做好人，甲恁家，你对你无要紧，我你娶啥拢无要紧，钱好我就好。哎，甲恁阿公无要紧，无要紧，无要紧，无要紧。你无转来 ，OK OK， 钱来就好。一工无转来5000，哎，两工无转来1万。跋筊我抽一半，输你家己出。你做你半，我替你做工地。哎，当然伊嘛知影讲啊，我跋筊是为着要救命，伊就跋了赢。我讲，哎，但是至少慢慢跟他说了。因为拔掉了，拔到解啊，但是侯爷只因为都救命，侯爷功德大了，啊，慢慢有迄个福报，伊就袂拔掉。好。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有如在护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僧三宝，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运用在您的内心里面，达到无我的空性，达到慈悲利益众生，更要随时收看随时护持生命电视台，就是护持三宝。护持账号1996523219965232，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。生命电视台中五方讲堂举办恭诵药师经、持诵药师灌顶真言暨49天药师法会圆满日，恭请海涛法师主法。日期4月14号星期六上午8点半，地点台中五方讲堂，地址。台中市北区崇德路一段631号3楼之1，联络电话04-2238-9987，04-2238-9987。阿弥陀佛，阿弥有很欢喜无？很有力量啊！生命本身就是痛苦，都一个被破病呢，老病死。但是咱的生命，佛陀甲咱讲，当你去帮助众生的时阵，慈悲的时阵啊，好困好食，身体好，消业障，心情好。所以一切想到家己的，是痛苦的开始；一切利益众生的，才是快乐的因嘛。也是幸福的根本啊，所以希望各位即马，逐工拍拼做善事，好唔好啊？去菜市啊，去忙阿婆，去病院，有人就有痛苦，去好好啊，看你家己的姻缘啊，去好好
去公共场所，去老人咧运动的所在，老人都阿直直运动，伫运动，你就都阿直直念药师咒。后老人话：你咧念啥？我替恁咧念嘛。多加时时点香回向，恁咧万亲济主啊！安尼呢，恁较无病无苦啊！啊，当然你要让老人接受你，啊，你了就真有人缘呐！啊，老人你定来个摕物件互因食，互因斗相共，伊就足爱甲你开讲啊！开讲开讲呢，慢慢伊就接受法。所以好甲咱讲爱布施，布施爱义，好啊，讲好听话互伊听，力行动事对有帮助。因为老人就是希望健康嘛，所以你爱力行。啊，力行就是讲，做模范还是帮助伊啊，同事爱体贴伊，感受伊的痛苦，定来甲伊斗阵。咱的道场拢叫做慈悲道场、生命道场，意思是啥物？有友情的所在，拢是咱慈悲的道场啊。啊，所以有生命的所在，拢是咱去斗相共的。咱袂只将佛法当作讲，我起一间厝，关在内底，可不得起家家不？啊，那安尼关在内底，啊，只扩大自己，煞。未记的佛法的根本的动机是利益友情，所以要去接触友情、接触人、接触社会。啊，为了要接触社会，咱提升自己的能力啊，就敢那做一个业务员，真好做生意，对不对？啊，人缘真好，乌白两道拢会通。因为你那无乌白两，管你是乌白两道，咱是善道，咱是中道啊。那这世间不管你是倒一道。你拢要离苦啊，做罗马嘛要离苦，做官嘛要离苦啊，有钱无钱拢要离苦啊，咱就爱去接触对方啦。啊，当然要有接触对方的能力啊，让别人看会起你啊。敢若一个真好唱歌的人，我大家就足欢迎伊啊。啊，一个真好讲话的人，大家嘛足欢迎伊啊。一个人足搬电影的，我你甲看，迄搬电影的人有出名无？周润发、成龙。你袂记得海涛法师是啥个？周润发我认识，林青霞我知道，所以搞半点你啊，人外表生了庄严，迄嘛修来，对不对？咱是生了较歹，忏悔哦。人是唱歌好听，人过去有好的口业哦，对不对？人是生了番烟斗，哎呦，就熬拜佛咯，大汉佫好看，所以只是讲。他有这个条件，什么人？伊无用这个佛法啦，安尼用这个佛法，伊个功德更加大，安尼袂损福报。刚刚咱今日都投胎做人，福报大无？人生宝。那你若用这个哈尼好的人生宝去浪费这个世俗化，都要讲来做养钱、趁钱、拼钱，浪费，就浪费。啊，咱这個人生宝有法度解脱，有法度幸福啊，所以咱袂去欣赏伊啊，但是咱随意个功德。但是爱个讲，哎呀，你哈尼个搬戏，你应该来搬佛道，唔得对。你哈尼个唱歌，你来唱佛歌唔就好。你口才哈尼好，敢像胡歌。你不要来功夫发红听啊，迄个叫做专化，敢那钱赶快。你用钱去买一台三四百万的进口车，哦，敢那真骄傲，安尼钱浪费。你的三四百万去买一台救护车，上好。便宜上好弱势团体，安尼比较有意义啊！你买一间厝几千万，家己都在大，都在无聊，啊！你不如将这钱去帮人去服侍、去便宜，这就是佛教啦。所以咱的肉体，咱就要好好使用啊！咱的肉体过去唔知都妖娇美丽、烟斗唱秋浪费啊！那即卖性命要起来从啥？哎，要来做烟供哦，要来拜佛，要来。助念要来帮助病院的老人，要来帮别人吸粪扫，对不对？反正神书拢来做。刚才对那个少年的朱寿熙来讲，你来开班教人吃寿司啦。你煮了好吃，我教恁大家拢煮了比我较好吃啊。结果神又神不，大家就爱来给你吃。主人呢，更加恨我讲，台湾人这个嘴哦，更加恨嘛，别去吃。开足久，我住咧台北开足久，你要从啥？我跟你讲，阳明山那条什么鬼啊？我大概病来也去安尼，为了这个嘴当病去安尼啦，所以这个世俗话就是安尼啊，只要煮了好食，再来，哎呦，这大个有加持，有这慈悲心，大家更加远嘛要去，
啊，刚才各位今日来助悲哦，怎样讲？哇，今日要来助悲呢，足快乐。哎，今日有做歹代志无？无啊，食菜、奉献、施食、念佛、布施啊，足好，足快乐啊！啊，所以各位，逐天拢爱安尼啊，互家己有一个新的方向、新的进步。那你去想哦，从各位伊拄啊看到我来，对拄啊我来个即嘛，请问节目有精彩无？爱要主持发挥，爱要主持节目，你来叫我去亚中会做书记，我啥物？现在人的做连毛书记啊，对不对？做好事，实在功夫好听，哎，啊，大家来讲，哦，安尼好，安尼好，哎，是真可惜，因做书记的人，大家穿个轻飘片啊，无咧念佛，安尼啦，拜，啊，伊为着要趁钱啊，看迄面啊，呢，无啥好看。敢像靠条啊，拢假啊，靠个安尼古早呢？因为伊无真心嘛，所以无真心就无都得到利益个。啊，所以各位要懂得善用自己的优点，改变自己的缺点，学习别人的长处，对不对？检讨自己的短处，你看我靠着还好吧？你无安尼讲，我讲袂听。但是这不是讲咧表现，而是说。如何引导别人？你要用尽一切善巧方便。当然，你有个发心，诸佛菩萨要加持。哦，地藏王菩萨神通不可思议，智慧不可思议，慈悲不可思议，辩才不可思议。哇，特刚拜地藏王菩萨，对不对？祈求地藏王菩萨加持啊，还有神通、智慧、辩才不可思议啊。啊，那我都大福利益众生啊。所以我想。在这方面，各位一定要进步。你若无进步，就是退步。记得我一句话哦，无进步就是退步。像哪，死亡业力就来给你咬啊！出家人，我的师父，我等下出家，我一出家，我师父，你要记哦，你出家的每一秒钟，魔都要把你抓走。所以出家人叫不魔，因为魔怕你解脱，魔又怕你要带别人脱离他魔的控制，所以魔会恐怖，魔会伤害你。所以你连睡觉都要保持正念啊！打出去啊，做什么无正确的梦，啪，我就跳起来，我就绝对歹困啦。哎，因为代表咱有心魔的，才有这种的无好的梦啊、梦境啊，哎，这不如法。那一定要好自己的心清加，哎，做梦搁咧放心，对不？做梦搁咧演讲啊！哎，好好多个梦梦安怎，落地甲度众生，好唔好？你爱梦噶，真正你的意识，我都超越一切啊！所以呢，不是去天顶算啊，嘛天顶算，去天顶度众生，对不对？去净土看祖师，超越一切。所以咱人的心识的力量不可思议啊！你只要有迄种的好的动机，三宝加持不可思议。咱个人的能力有限啊，但是你有一个利他的心，有空性，你自然就不可思议超越你自己。所以佛教里面叫出世间超越你自己的能力，超越啊，不可思议。所以佛力加持不可思议。哦，不要恭维，变也要恭维，对不对？不要恭敬，变也要恭敬；不要做代志，变也要做代志。这真正是安尼啊！所以各位一定要想尽办法突破自己，而不是表现自己啊，因为这个我害死自己，撞害自己，这个我是咱的生命敌人。你个咧表现自己要从啥物？你个咧满足自己脑意思呢？啊，你着颠倒啊！啊，咱着爱依这个三宝的加持、智慧的关照，消灭自己，你叫做空性啊，服务众生，所以有佛的能力。所以老实讲啊，佛菩萨徛在的所在，老人要将伊心口与奉献的佛，请问佛来个加持呗？白天正地拢卖晓，佛力不可思议。啊，所以一个落去地角的佛道法都给超度啊，何况咱是凡夫呢？啊，地角安尼艰苦，所在拢法都会变作净土，何况这个五浊恶世呢？所以讲你对佛法要有绝对的信心，但是咱家己讲卡条的，那叫做三障障碍住了啊，咱的烦恼障，咱的业障，把咱砍掉的，咱的五浊把咱砍掉的，所以无法都接受佛法。所以这点呢，各位要显露自信。那显露自信，通常就是自悲啊，思维空性啊。为了要思维空性，自悲，多念经典，多帮助众生。那释迦牟尼佛跟咱讲啦，最好最好的佛法。
所以这个所在本来是一个普通的所在，啊，咱钟淑芬师姐哇，出奇个出力，咱给鼓掌啊！哦，你拼你拼，哎，要安怎做了更加好？下摆过去做一条桥，怎行去对面个行动？啊，所以都好在技术咧做景观设计诶。伊讲咱咧路诶石头啊，土路咧落雨啊就凹了，啊，过来呢？无拄好参加嘛，这下啊个硬死，安尼啦。啊，所以呢，伊讲一定爱做一条路，一条石头路啊，铺全国个咧铺这安尼啊，安尼较无蠓虫啊，较无会参加吧，啊无人爱行个车个搞死啊，啊落雨个淋落去。伊讲师傅，你讲有理哦，有理。啊钱呢，我知，大家斗阵来。伊讲细条个伊出啦，哎，伊讲帮咱做啊，铺咱材料做工。啊，大条咱来出啦！我讲有理无？有理，咱来改建设个好势啊！拄啊，总师讲啊，树啊顶头用这乌网啊，佫袂歹，安那落雨就歹啊呢！啊，对啊，啊这爱钱啊！现在要用乌网啊，啊就安尼小较省啊，对不对？较省啊啊！但是渐渐主必要都提，慢慢颇具规模，是不是啊？起码有三间。哦，会使出个大个房间呢，后壁个厨房呢，浴室呢，那有人听阿叔，我来遐住，小检查一下，你有资格无？要来做菩萨，唔是要来遮寄生虫啊？因为咧这边是超度道场，要很慈悲，要真怕病。刚刚过以来，哦，鱼要食饱无？哇，还教我看，我都会食饱，卖食鱼要无？对不对？啊，众生有超度无？空气又好无？咱伫遐做关系整个世界呢？啊，提高多学几多，纯多安尼，一个人甲一千人做个拢同款意思。心态同要紧啊！啊，或者讲众生皆有佛性，什么意思？咱大家拢有法度以佛的心态来做代志，迄叫做佛性啊！啊，佛性就是无我，却充满慈悲啊，一直要帮助众生，迄叫做佛性。那底下下面所在，咱拢冇法度显露佛性。那显露佛性，安尼你去讲助念啊，楼下人咧破病，基督教徒无要紧，基督教嘛要离苦。我伫楼顶体念药师佛，药点香回向给伊，慢慢啊，你个观察，又较好。哦，你默默行善啊，对面有一间病院，真侪老人伫遐咧按摩，足疼遐疼遐疼啊。但是唔知影讲，干那伫个按摩嘛无好，爱忏悔业障，爱超度万亲借助，安尼才阁看，唔叫靠好。啊，所以你看到老人按摩，你就来拜佛。我替老人拜高拜，然后我都只做细心回向，也万亲借助，然后希望伊拄着好姻缘，一生好事。那安尼你就完成一个修行啊，你无一定对方爱捌你啊，啊，默默的做，啊，对一讲。你也感觉很奇怪，你跟他结善缘，对方会跟你结缘吗？很奇怪，自然就跟你结缘。曾经有一间佛寺叫要倒去啊，安尼拢无人啊，塌起起的啊，搁贷款，还在问我，我拄啊经过一边，我讲啊，你免想遐济，你那古塔内底有甲人坑，你着足认真甲因超度啊，啊，包括这个那古塔的北部祖先，你着足认真，咱出家人着要念经，要你着尽量替做，自然啊，各位。假设这一天你往生啊，升天去极乐世界，啊，有人因为伊甲你帮助你，让你升更加高的去极乐世界，啊，你会想办法叫子孙去甲多谢无？这百分之百，哎，主人什么代志拢巧会好势，所以各位，咱要得到好的助缘，咱就要一个真单纯的好的发心嘛。那好的发心，你自然就迄种的智慧。智慧不是用尽脑筋，我要来做个好事。你甲我讲哦，我听。你唱歌歹听，你要来用脑筋唱个好听呢？要来用脑筋呢？佛教不是用世俗的脑筋，佛教是用空性、比心、主人显露、主人显露啊！就像写曲的人，主人我给你的来了一个灵感，感觉到就把这个调写出来。我突然大家拢讲。